欢迎来到台动力实验室，请看示范。这是我们的卫星太阳能板的折纸艺术，就是 origami 啊，再一次，这个 solar panel 啊，就是太阳能板，在外太空，它就是靠着这样的折纸艺术来再来产生所谓的。完全展开跟完全收纳的状态，收纳到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发射到太空上，不会受到风阻的影响，非常厉害，谢谢。